接着下来要颁发的是个人专辑人气单曲奖、年度对唱歌曲奖和年度评审团大奖。获奖的是，请看大屏幕。获得2018全球华语金曲奖个人专辑人气歌曲的是胡夏，《阅读爱情》。恭喜胡夏。获得2018全球华语金曲奖年度对唱歌曲的是王栎鑫、林采欣，《好聚好散》。恭喜王栎鑫，恭喜林采欣。获得2018全球华语金曲奖年度评审团大奖的是罗思荣与孤毛头。恭喜罗思荣与孤毛头。好，我们欢迎得奖的歌手，请上台。同时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，全球华语金曲奖评审李广平老师，有请。有请颁奖人李广平老师。李广平老师也是我们的岭南音乐的先锋，在很早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，李广平老师就致力于推动广州音乐的这个发展，同样对后辈也寄予了期望。谢谢，谢谢得奖人，同时也感谢我们的颁奖人，谢谢，台下共襄盛举，谢谢。